大家好，我是甘。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弄这个我爬山的那个影片。那么这个爬山的影片呢，就是我上次有说过我的团队啊，他们就是为了要看谁爬的最快，然后谁爬的最高，最快爬上那座深山，然后就不顾其他的人。没有去照顾去顾及其他人的感受，就是一直在比赛了上山的时候也是在比赛，然后下山的时候也是在比赛，然后这导致有这个底池呢，我觉得不是很愉快了过后呢，我就没有去弄这样的活动了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了找了这些人。但是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就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要出去户外活动啊，还是什么啊，当然大家要注意安全，还有就是说全部要一起互相帮忙不要说单单只是抛下其中一两个人，然后自己顾着自己去晋升或者比赛。OK。现在呢你看到这些呢，它总共我的影片呢有三分钟了，大概是四分钟。然后是四分钟呢你看到每一个第一个这个 column one, 它每一个都有分开啦。分开的原因呢是因为那个影片呢有的时候我会讲说话不大清楚或者是会比较表达不清楚我就把它删掉咯。然后我就用 split 啦我找了这个东西，我就按比如说这个，我就按 split 咯，就会分割成两段。然后呢你看到下面这些呢，它的制作过程呢，其实那个照很多时候我不清楚嘛，有些别人的照片我不可以放，然后我就需要把它弄掉咯但是之前的影片已经不能弄不了，因为它已经就是没有那个档案，所以我就另外再弄一个那么呢我就需要把这个画面呢就弄黑掉咯。这个呢我就是黑色的，这个呢我是用 Notepad 啦或者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我就按右手边那个猫烧那个老鼠啦右手边你就按 open with pin 咯然后你就放这个画面咯比如说现在我要放红色然后选择那个厚度就放这样子咯，然后就选这样子咯。好了之后呢，我就放这个呢，我画面我就放黑色啦就这样子，然后如果说这个呢，我就放如果按颜色方面的，我要放黑色因为我把它改掉了如果你没有的话就不要了，这个把全部放黑色它就会变成黑色，然后就按 save all 然后你按 save as jpeg picture 咯有几个啦，但是我是放 JPEG 啦JPEG picture 这个好了之后呢应该已经好了之后呢我就把它拉下来咯这边 import media files 选了之后呢我就把它拉下来，比如说这个啦比如说啦我就把它拉下来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咯。这个是之前
我拍照的画面啦，那个月亮的画面。好像这个，如果你已经有放这个这些东西了，你要弄回它呢，就是这样子。好，然后你就在没有这些画面的地方，你再拿下来，然后洗掉。哦，这样那么它这些就不会乱咯，它这些的画面它就不会跑掉咯，跑位啊。然后呢，基本上我这个影片呢，我是有放那个字幕啦，放了中文、英文跟马来文。然后呢，这个黑色就是那个画面咯，照片的画面。因为之前放了洗不掉，就没办法，就要把它放上去。然后基本上是这样子啦。好了之后呢，你就按 Produce 咯，按 MBG4 啦，或者 MBG4 跟 MB4 是不一样的。之前我以为是一样，其实它是不一样，但是不用紧，至少就是让大家知道啊，所以我就放 MBG4 咯。然后 WMV 呢，就是它可能它的容量会比较少一点，就是说储存的少一点，但是有时候呢，我们的那个电脑的话，这时候它不能播那个 WMV 的这个画面了，所以呢，既然它的那个容量可能会比稍微有一点比较少一些，储存的容量比较少，比较省节省，但是呢，因为你如果看不到那个画面的话，其实也没有用，所以呢，我就用 MPG4 咯，就是 你可以。就当作是 MP4 啦，当作是 MP4 啦，就按 Produce 按 Start 咯，好了之后呢，就是这样子，它就会变成你要的画面啦。OK， 然后你看这些，其实制作过程，我放字幕啊，放一些画面啊，它都是这样子的。我都不去看，我不会去看它的那个画面是怎样，我只是想看它总的如果是爬山的话其实是 OK 的，它的结果是怎样的，只是不要过量。在这之前呢，我就去公园跑，也是花了，在放字幕的时候呢也是花了一些时间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很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大家要看的话，可以看回去我之前的那个影片咯，就是爬山真的是要大家互相帮忙，不要一个人去爬山，以避免不那个意外发生那么辛苦的不是你本身，是你的家人。我为什么那时候如果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是家人最伤心。是，那么今天的话题就这样子，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The Baba.